谢我们台中的可爱的小妹妹。我靠！老板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哇！小猪，小猪啊！操，小猪跑出来干嘛？来，那个发抖，快快的换人好不好？快点换人。这换骚扰。到了，天好了，小鸡蛮可爱的。然后我们上来一个，左边第二个啊，左边第三个。